你不介绍一下啊？哦，唐小优，夏琳。你好，小优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一看你就觉得特别亲切。你给我矜持一点。看他长得多可爱呀、啊，眼光不错呀。哼，乱七八糟说什么呢？都跟你说他是上次救我的那个人。哦，他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啊。奇怪了，你怎么不去照顾老林，出来乱跑干嘛？出来找你啊。早知道你是借上厕所的名义出来约会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说不是，去，我懒得跟你说。那你是跟我回病房，还是继续陪你的救命恩人啊？我才不要回去看你们两个虐狗。那你一定要好好把握，记住，你的这张脸就是最好的迷魂药。加油！滚！滚滚滚滚滚！你不要介意啊，我朋友就这样，性格有点古怪。原来这就是你喜欢的人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这么明显吗？嗯，因为你看他的眼神跟看别人的不太一样。不过我好像听说他是林氏总裁的夫人吧。是啊，所以我才选择退出，只要他幸福这就够了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没想到你还蛮深情的嘛。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